吕鸿升 ，Hello。哇，我好感动。我也好感动，因为鸿升是。我先说好了。你先说。我不太可以说话现在。因为其实你们也知道。陈琳呢，她从刚出道到现在，她一直都是一个很棒的艺人，大家都很清楚。但其实我比你们更幸运一点，因为也许我是她前几个粉丝。然后呢，我也比你们更幸福一点，因为我可以帮她写功课，我还可以去福利社帮她买东西吃。当时我邀请鸿升的时候，他其实是先问我真的假的，我就想说青春住了谁，我的青春不就是有他吗？所以怎么可能没有他？我们是他的房东，对不对？对，我们算是互相的房东房客啦。房东房客，对 ，OK。所以我今天算是房仲。你的绿色也蛮房仲的。对，所以我觉得像刚鸿升讲的啦，他真的一路看着我，真的我最默默无名，我还没有正式签约当艺人的时候，他就看着我，到我签了约当了艺人，然后自以为很红，跟他走在路上，手一有路人经过，手就立马甩开，每一次我都要这样甩，然后他人就要飞出去，我就说有人认出我，但是根本没有人认出我。说不定他是觉得我帅啊。对不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那时候就自以为自己很红，所以我当时跟他恋爱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一直呈现刚刚那一种，走一走路就他要弹开，然后我觉得自己很红，正在被注意，所以不可以被拍到牵手。对，所以就觉得，就是当然我刚刚讲的是好笑的部分，可是绝大多数的部分真的是鸿升他看着我怎么辛苦跟怎么样朝这个梦想前进，然后。他一路看着我这十几年，快要20年的时间，终于可以站在一个满满都是观众的舞台，所以我觉得今天他的出现对我很重要，而且我们不是只是出现在彼此的青春，我们其实是一直出现在彼此的各个阶段，当然包含未来也是，所以真的今天我们用最大的尖叫声来谢谢鸿升，好不好？谢谢你们。下台的时候再讲，因为我怕你不好意思。怎么说？我也怕媒体乱做文章。OK， 应该不会吧？大家都很成熟吧？而且大家都在金钟奖，所以也没谁可以做文章。是。其实我最主要是，我觉得鸿升出现在这场演出，还有一个重点是我想要，除了上一次在香港，我想要让大家看见长久的友谊是可能的。我也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即便你经历过感情的分开，但是你还是有可能在人生中会遇到一个很好的人，他可能身份不一样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的陪你一直走下去。我希望你们相信这件事情，鸿升让我相信这件事情。